小莲的不顾路人。一脸问号，路人一脸问号。来，我们为什么前面十字交管啊？为什么前面十字交管？现在没有，因为警察觉得带转很危险，然后觉得带转妨碍交通，所以现在禁止所有机车带转。神经病！那我们要怎么过去？前面绕吧。他叫你右转，再右转。后面和平街不能右转吧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对啊，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不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觉得警察认为带转太危险，然后又认为带转妨碍交通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不要来，不能让人家带转。问交通部啊，交通部画那个什么意思？对啊。啊，为什么要交管？带转区每天都爆炸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是住里面嘛，对不对？我要去那边啊。哎。哪时候开始实施的？刚刚。那有神经病吗？绕一下，前面路口可以回转啦，这个路口啦，对对对，回转然后再右转。可以走，为什么不能走？双标，有双标的事，这件事情在台湾很常见啦。不是啊，为什么？警察先生，奇怪，为什么这样？小心啦，真的啦，小心后面有车子。他真的很弱势人民哦，真的很弱势。警察先生，没有，要学蔡英文讲的，蔡英文说声音不够，大家再大声一点。啊，如果还是听不到，要拍桌子，可是这边没有桌子可以拍。不是啊，为什么啊？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我牵得过去可以吗？肯定的，可以牵的。不可以用牵的吧？神经病嘛！他是路人吧？他不是我们的人吧？对，他是路人。哈哈哈哈哈！